我带着北京的顾客杜杜猪来到了印尼苏门答腊西面的明达威群岛。这次的目标鱼种是斑尾黑鲈，它和巴布亚黑鲈是近亲，共同栖息在淡水河流里。斑尾黑鲈喜欢躲在水潭深处的障碍物里，我先试试用深潜型米诺钓看看。对，中了中了中了，你不烧不烧。我用的是轻型钓具，有点轻敌了，没想到来咬饵的是条大斑尾黑鲈，鱼没控住，让它钻了障碍物。卡了吗？卡了，顶不住，控不住啊。鱼还在，还过去，好像没有吧，好像跑掉了，还感觉要拖一下这样。哇，马西亚的，摆弄许久，鱼还是不出来，没办法，最终我只能选择把钓线扯断，吸取教训。不久后，轮到杜杜猪终于了，看来是条不小的斑尾黑鲈。比较有才，下面应该是斑尾超来了。Yes， 斑尾超。哦，斑尾超。在东南亚，斑尾黑鲈被称作斑尾球，而巴布亚黑鲈则被称为青球。球字的读音为草。哦，漂亮。哎，不要这样举高，你的杆子不可以这样子。漂亮，哦，真的，那，哦，小心啊，小心啊 ，OK， 来，还有力啊，不要紧，不要急，哎呀，还有力啊！哇，可以，来，先给我。Yes！ 哇，成功了！来，哇！这是杜杜猪钓到的生平第一条斑尾黑鲈，瞧他高兴的。这条重约4公斤的斑尾黑鲈，是使用勒伯勒深潜型胖子钓到的。这趟钓游其中一天，由于下雨，河水变浊，船夫便带我们出海去 popping， 而我幸运的钓上了一条蓝鳍金鼓。哦，喂，靠那边，靠那边，大条了，咬不到。哇，我操！哇哇哇！我操！哇！哇！蓝鳍金鼓鱼拉力虽然没有 GT 那么强，可是也不能小觑。它一上钩就马上朝礁石里钻，我只能快速扬杆收线，尽量把它从障碍区扯出来。哇，出来！出来！顶着来！哇，大的蓝鳍！哇哦！哇！哇哇！哇！大蓝鳍漂亮哦！这条蓝鳍金鼓咬上的，
是乐伯乐新推出的 Skater Pop Elite 95毫米波爬，这款波爬用来吊篮及筋骨或斑尾黑鱼都可以。冲出来爆啊！